山呀嘛山不平，路呀嘛路不平，你不平来他不平，烦恼都在心，事儿呀嘛事儿不平，心呀嘛心不平，客气啦。我真羡慕出家人呐、自由自在、无牵无挂。我也羡慕当宋师，有钱有势，财源滚滚呐、大师啊、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啊？当过、当不好瞎当。既然当过宋师、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？请讲讲。你还问我吗？你是老宋师啊，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？是铁嘴，可以暖人，也可以咬人。宋师这个笔嘛，那是刀笔，可以超生，也可以杀生嘞。暖人咬人，超生杀生，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。承蒙赐教，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、既然咱们都是同行、来来来，我再敬大师一杯。哎呀，不能喝了，不能喝了。再干一杯嘛。不能喝了。哎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嘛。对，那我就好，那我就来者不拒了。请。好好酒量。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？不多不多，早上嘛喝个三斤。三斤啊。中午嘛也喝个三斤。中午喝三斤啊。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。也不能喝了呀。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。大师傅啊，我再敬你三杯。不行，三杯不行不行。要喝嘛请。那就三坛子。三坛子。三坛子。如何？好，我去拿酒。师傅啊，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？大师啊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我看呐，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。三杯，三杯就三杯。那好，请，那我就来者不拒啦。来，请。好，再来一杯。晚上。好，还有一杯。还有一杯啊。不行了。好，大师傅慢用，我到厨房看看，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啊？快去。好。喝酒我是不怕的，什么酒我都能喝，什么酒都不怕，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。那好，大师啊，
那就再清醒一点儿。哎呦，好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哎，怎么样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全安排好了。好，和尚已经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动手。好，放心吧，去吧。来来来来，大师，哎，哎，好，干干干干干干了！哎，哎呀，这样喝不过瘾啊！啊，不过瘾，把酒坛子拿来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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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哎，大师，啊，嗯，啊。这个酒跟水一样嘛，啊，啊，大师是不是喝多了？怎么喝多了呢？我清醒得很嘞，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，这个嘛是鱼，这个是肉，这个是狼心，这个是狗肺呀，啊，no no no，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！哎呀，大师啊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怎么是开玩笑呢？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，你看看。你是师傅，你是宋师，你是他爹，嘿嘿，你是他儿子，你这和尚，什么爹呀，儿子呀，儿子呀，爹呀，爹和儿子都一样，哎呀，大师傅，大师，哎，你就是罗汉转世，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。看住他，天黑以后动手。看看谁玩得过谁。少爷，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。不行，太便宜他。抬上，快点，快走，再抬吧。少爷，放哪儿啊？床上。哎，好好。走。我走了，就叫起来啊！你们进去以后，给我往死里打啊！打死了我收尸。好嘞，完事了，陆大爷，请你们下酒馆。哎，别上了水蜜桃。走，走，走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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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，打，在哪儿？快进去！好，在哪儿？来，进来给我打！快点打！打呀！打！哎！打！打！下来！给我打！下来！下来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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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住手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族长，这疯和尚调戏水蜜桃。和尚，拉起来！哎！是你？这看看。
看是谁玩了谁哟。哎呀，乳轻点儿，都是你出的好主意。这下好，没把和尚搞臭，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。哎呦，这儿这一闹，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。别净想着寻花问柳，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，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。林瑞林，跟我回去。你以为躲到娘家来，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？石虎，我女儿要江西身体，你不要吵闹。我不管。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，生是石家人，死就是石家鬼。你快跟我回去。我女儿要江西身体，不能跟你回去。哼，你要是不跟我回去，我就休了你。好，我求之不得呢。你，我杀了你。石虎，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。哼，林义士，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儿了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。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，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。我还告诉你，这回水鬼已经死了，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，已经证据确凿了。哼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。好说吧，这是县太爷的传票，这次爹爹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。来人，瑞莲，不要伤心，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。我心静如水，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带走。林瑞莲，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。哼，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。哎呦，你看你看，哎呀，哎呦，真是。这位师傅，您在看什么呢？看大鱼呀、啊、哎呀，你看这两条大鱼啊，哎呦，好霸道哦。哎呦，哎呀呀，真的有鱼啊，我怎么看不到啊？哎，他们你看，吃了虾米呀，吃小鱼，吃了小鱼还吃大鱼，哎呀，吃了大鱼还想吃，可是你看、哎、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。哎呀，真是霸道，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。哎嘿嘿，哎呦，这疯和尚，哎呀，说疯话。走走走走，师父师父、啊、可找到你了。我也等你多时了。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、啊、不要忙不要忙，等着看吧，我们等着看吧。哎，坏人总是做法自毙，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，方能悟出真知，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。少爷啊，老爷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哎，少爷，少夫人刚刚回来。她
回来了。哎，拿的什么？我看看。这些都是我父亲书房的东西，你拿它干什么？哼，想跑？回去！你想让我们父子俩死是不是？嗯，是不是？你让我死，我先让你死！你这个臭娘们，你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死！去死！哎，是宋师，哎呀，怎么急着要走啊？哎呀，贫僧要走了，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？大师要走了？要走了，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？啊，请。哎呀，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，事事顺心呐，贫僧是连遭挫折，只有远走他乡了。哎，小二，倒茶。哎，来了。啊，我再来碗鸡汤干丝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大师啊，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？啊，云游四方，给人相相面，看看风水，混碗饭吃啊。哦，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？哎，看不好瞎看。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，所以送事不利呀。哎，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，哎，九分光亮一分暗，哎，阁下要转运嘞。大师真会开玩笑。大师啊，哎呀，真是清茶利尿，果不虚传呐。大师啊，我要如厕一下。哎，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，我们一同前往。大师啊，你不知道啊，彼处甚小，只能容纳一人。待我去过再来换大师。先坐。那我就先吃起来了。吃、啊、不等你了。不等、好好好。父亲，我把瑞莲给杀了。啊，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？哎，这要杀都偿命的。父亲，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，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。父亲，我都是为了你呀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让我想想，有人看见吗？没人看见，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。那好，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。什么办法？根据我朝律法，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，当场杀死，丈夫不被判罪，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。现在只有一个女尸，那一不做二不休，再杀一男，凑成一对奸男奸女，方可解脱你的干系。哎呀，我的好亲爹，你可真是律界的活神仙呐。好，我就多一批警署杀他个把人，蠢货啊！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，谈何容易？再说你还要遗尸回家，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，人家也会发现你遗过尸。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，
也不妥。宅子里耳目众多，很难说得圆。那我只好等死了。这上面有个现成的啊。哦，那个和尚。对，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？救一个儿子，杀一个对头，这不是一箭双雕吗？哎呀，太妙了！哎，父亲，怎么杀？你马上回去，把后花园的门打开，我哄他从后门进去，免得招人耳目。只要他一进屋，你就……好，我懂了，我就躲在门背后。只要他一进屋，我就咔！哎，父亲，我去了。哎，哦，对了。你记住，一定让他走在前头，就这么讲定了。只要我一说，客人到了，我去了。嗯。哎呀，大师啊，真是怠慢怠慢呐、哎呀，你这泡尿好长啊！什么味道？你身上什么味道？哦，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，有股臭味儿。不像，还有这腥味嘞。反正味道不正。好，贫僧告辞了。哎，慢慢。哎呀，大师啊，您坐。大师啊，你既然会看风水，师某冒昧，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、啊？哎呀，我忙得很呐、啊，我还要赶着上路呢。哎、大师啊、不瞒你说，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。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、啊？哎呀，没有空啊，我要上路了。哎，大师啊、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。一定要去。我至诚相请。哎呀，既然你至诚相请嘛，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、啊。好，大师，请。走吧。请。哎，到了。哦，慢。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。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啊，但是财源不旺。是啊，必须往西挪8尺。这往西，不就靠近茅房了？哎呀，不要紧啊，财旺啊。哦，哎，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，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。是啊，哎，要改，一定要改。改，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。好，请。此物造的精巧，但是门开错了方向。哦。正好开在鬼门线上，必须改在南边，方主人丁兴旺，子孙满堂，升官又发财。要给。哎，哎呀，此物晦气太盛。是吗？夫人是否3年前死在此屋？是。是腊月上旬。不错。夜半三更。对。哎呀，嘿，原来是有2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、而且外边一个，里边一个，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。好，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。好啊，等着。抓住了。
哎呀，让他跑掉了，那死鬼厉害呀！不要紧，好，不要紧，嗯，哎，破，嗯，这回我看哪里跑，你往哪里跑，你往哪里跑，你往哪里跑，嘿嘿。哎呀，还是跑掉了！死鬼太狡猾呀，是个长尾巴鬼嘞。嗯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哎，我来抓住他尾巴筋儿啊！嗯，哎，就在上面，就在上面，抓着尾巴筋，长尾巴，长尾巴，长尾巴！进来，走、父亲，父亲，我。爹，爹，爹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快快快了，怎么了？快快，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出什么事了？爹，既然误杀了你，儿子还要活命，只好对你不恭敬了。爹，爹，爹！哎呀，快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少夫人都死了。夫人了。哎呀，老爷，大家来得正好。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，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，这是铁证啊。哎呀，这没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？这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。愿意。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。少主人坐坐。少主人。您先定定心，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，报个案？也只好如此了，去吧。啊。哎，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。哎，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。哎呀，师傅啊，我们老爷给人砍了。晓得，晓得。就因为他被人砍了，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，我是来给他治的。让开，我去救他。大师傅，大师傅，哎呀，不能进啊，大师傅，不能进啊，救人要紧，救人要紧呐！哎呀，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出去！救人要紧，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，哎呀，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！我这有刀伤药，正好来救啊！我不要你救，哎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！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？哼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。嗯，你敢动一下？嗯，好好好好，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？嗯，嗯，嗯，你想救她？嗯，行。去救吧，去救啊！啊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哎，试试看，来来来，随我来，来，随我来，随我来，将小姐扶起。是。来来来，县令大人到。官魂丹，哎，闻一闻就行啊。啊，大人。请红妈你妈咪红小姐你看县太爷也到了，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老爷，师傅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。大人，他胡说，不是我干的。大人，站住！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啊，师傅啊，他是你救活的吗？嗯，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？我好落案呐。哎呀，他的业力太重，贫僧只好试试看吧。啊，哎，大人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冤枉的。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。大人，你听我说，他们俩串通起来的。哄嘛，你把你哄。
石天良，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哎呀，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，不能说话了。哎，是宋师，是谁杀害了你呀？哎，你他妈的胡说！大人，给我压下去！他想的办法。哎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好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石天良，石天良，此间乃你自己业力所致，贫僧也无能为力了。但是此间难消能消，全凭你自己一颗心，好自为之啦。走走走，陆大爷，您不能进去啊。什么不能进啊？是吧，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，我不进去跟他要，难道他妈的跟你要？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？只是这个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就是天经地义。那好，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，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哎，陆爷陆爷，我们老爷病着，少主人又不在家，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。石老三，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！我告诉你，石虎杀人灭口，杀妻弑父，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。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，你装什么糊涂你啊？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？哎，陆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。石老三，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。我问你，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？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？还有你，你老婆身上穿的、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？说啊！啊，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呀！啊，陆娃子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我告诉你，陆大爷，我早就看清楚了，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。我太清楚了。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？没门！陆娃子，你太放肆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，夜闯民宅，敲诈勒索。你现在就去呀、啊、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，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。弟兄们给我冲进去，见好的就拿，拿不了就砸。好，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。好，果然在这里啊！快把猪马侠交出来！什么猪马侠？我不知道。哼！你少给我装糊涂！哎呦！石老三，你给我放明白点，你只要交出匣子，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，房屋地契归我。你要是不交，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。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你是想找死？好你个十三，你比你陆大爷我手还要快。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，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，你是不肯说实话。陆爷陆爷陆爷，千万别动手，别动手啊。东西是我拿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您坐您坐，您坐您坐。陆爷，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？那当然。好，咱俩一人一半，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。怎么分法？珠宝首饰二一天作五，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，
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。嗯，十三啊，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！你不答应，我告诉你，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。你要是不答应啊，就永远没人找到喽。你，嗯，好，叫伊尼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快把东西拿出来！哎呀，你，哎哎哎！哎啊！地保大人，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？哦，他叫陆阿大，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，哦，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。哦，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，快挖吧。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？不错，就是那个陆阿大。快挖，快挖吧。啊，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？就是啊，地保大爷啊，这里有二两银子，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。哎，这种人你还可怜他？真是，就是啊，这种人还可怜他吗？大师傅，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？哎，人都死了，就别计较了。阿弥陀佛。瞧着陆阿大，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，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，哎，什么都没带走啊。哎。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。哦，带走了什么？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，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，都得慢慢还清。我可是不要他还了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瑞莲，你来看，此草驱暑止渴呀，你闻闻，有点苦味吧？爹，你看，啊，大师傅，师父，哎呦，你父你二人好早啊！恐怕大师父比我们还早啊！哎，不早不早，你看这石头刚捂得有点热乎气儿。师父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是啊，我在捂石头啊。不是，我在想啊，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，那该如何呢？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？啊，说得对。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，多几块金子的好啊。嗯，说得好。不过依我看嘛，顽石也好，金子也好，最后啊都一样。大师父这次救了我的命，也治了我的心，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。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。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？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，只为广积善德。嗯，好好。不过依我看嘛，解脱之道还在石家。此次劫难，多亏大师父点拨，反而觉得心静如水，淡忘了许多烦恼啊。淡忘了许多烦恼吗？还不是没有烦恼啊。啊，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，
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。他说没有烦恼，哎呦，我才真烦恼嘞。这样吧，林医师，你先跟我走一趟，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。静静静，好，哎呀，施先生啊，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，你就给他看看吧。好，施老哥，我来给你把把脉啊，来。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！好好好好，老爷，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！大师傅法力无边，何不施法救他一救？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，可怜呐！身病靠郎中，心病靠自己，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！我佛慈悲，难度不善之人。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，改恶为善，方可消弭。哎呀，老哥，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，绝不是为钱财啊！啊，我走了。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，你们看看啊。看看他写的什么字啊？来来。看看平生害人终害己，善恶果报今方知，十天良忏书。看看底下，再看看，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啊。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人之为恶，终有恶报，既之悔悟，回头是岸。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。啊。回天粮。哎呀，老哥，你看，这是大师所改呀。你既回天粮，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？我要跟你结个缘，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，方便如何呀？啊！给我，来，给我，好，啊！师傅。
上有佛又有魔，是佛是魔皆自作，皆自作。心静自成佛，心静。